有钱的大老板们和心动人们啊，不要盲目投资农业啊！你们盲目投资农业啊，夸家大了，蔬菜种植面积啊，造成的价值非常低，你们也挣不到钱，对农民伤害很大，你们也干不过农民。这个农业啊，是国家给农民的最后一块饭碗啊，你们不要跟他抢饭吃，你们也抢不过他们。为啥呢？哈，农民地不花钱啊，工钱不花钱啊，没有管理人员啊，那设备比较简陋啊，他们也自己整个狗公司。你们投资农业啊，你也赚不到钱。早晚呢哈，你们一败涂地，嗯。